继创下超高点击量的《叶爱普之备胎上位》之后，叶爱普系列的第二部终于火热来袭了。7月20日，这部都市爱情大制作的网络电影在上海举办了首映礼。投资人方磊、制作人柯思月、导演王维鹏携高颜值主演团亮相，包括当红男主播张子晨、人气嫩模傅诗瑶、青春派掌门网红小魔女冷静、气质十足的健美男模朱涵涛等，阵容也是相当抢眼。片中不仅帅哥美女云集，还包括香车、豪宅、游艇等配置，家族之争、兄弟之争、为了姑娘而大打出手等桥段也是必不可少。虽然片名可能会让人产生联想，但这其实就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诚意之作。在现场，制片人柯思月及导演王维鹏更是透露，接下来还会推出一系列的爱叶普网络电影以及自制剧。